在那个走到旁边的那个黄莺啊，黄雀还是黄莺？麻烦黄莺啊，乌之类的吧？不是那个黄莺。应该是毛茸茸的，对，毛茸茸的。哎，毛茸应该是毛茸茸的。毛茸茸，我也没见过，很小只啊，很难攀。对啊，他们非常难攀。不过也挺正。你晚上在家里，你照比较好。我就挺高兴。哎呦，没见过，对啊，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。